爸爸，上次我们打倒植物大战僵尸的戴夫之后，怎么再也没有妖怪出现了？谁说没有？我去，怎么又被压在五指山下了？你是谁？怎么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？记住，我叫孙悟空。我才不管你是谁，爸爸救我。喂，孙悟空，你怎么才能放我们出来？你是拥有十万年魂环的人类，可却不知道你另外一个兄弟也有十万年魂环，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几百年前，他为了变成宇宙最强，盗走了魂环，只让我们这些高手心生不甘。今天就让我来伸张正义吧！伸你妹的头啊！大圣，给我们来一个实时转播，今天就让这只大猩猩好好看看什么叫天下第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奥特父子西游记的现场。奇遇和孙悟空为了争夺万年魂环，废话真多，看招！羽泉超人怒了，在悟空不可置信的眼神中，这个宇宙最强的兔子冲向了悟空，悟空几个后空翻躲过了奇遇，一个最强，一个越战越强，悟空使出了龟派气功，好家伙，这气场没想到被奇遇一巴掌轻松扇飞，奇遇使出了半认真的一拳，出其不意的打在了悟空脸上，悟空的战斗欲瞬间被激起了，超级赛亚人状态又被唤醒，二人扭打在了一起，可奇遇实在太强，完全没有观战，快看，奇遇使出了认真绝技，认真头锤。好强的光头，我人快没了。铁子，你是打不过我的，快认输吧。我的字典里没有认输。悟空直接召唤了超蓝状态，一个超大的龟派气功狠狠打在了奇遇身上，就这样两人越打越起劲。哎呀，打累了，咱们要不剪刀石头布定输赢吧。那就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哈哈，一拳超人再强也不过如此嘛，魂环是我的了。大猩猩救我。嗨，看在一拳输了的份上，我今天就放过你们吧。切，好险好险，差点露馅了。不要关注我，不要点赞我，不要评论我，我才不要做你爸爸。